你相信吗？一小勺土壤里有500亿个微生物存在，它们作为大自然中极其微小的生命体，却有着无法想象的能量。它们无处不在，在你家楼下的小花园，在你经常走过的地方，更广泛存在于冰川、深海、火山、森林等任何地方，能够将腐朽的落叶转化成肥料，将污水净化成清泉，这一切都是于微生物生命体里的酶。诺维信通过不断探索自然界蕴含的神奇力量，创造出应对人类发展所面临问题的生物解决方案。诺维信是全球工业酶制剂和微生物制剂的领导者，扎根中国20多年，我们的天然解决方案已经在众多领域得以广泛应用，有效节省了能源、水和原材料。今天我们与合作伙伴共同面对着同一个世界难题，为寻求更好的生物解决方案，我们将年营收的14%投入到研发中，并坚持合作打造影响力的信念。这不仅可以帮助客户触及以往想象不到的领域，更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带来不可思议的改变。今天人们更注重舌尖上的安全，诺维信的生物酶制剂解决方案能够减少化学添加剂的使用，降低油炸食品中丙烯酰胺的含量，提升烘焙产品在保质期内的品质和新鲜度。我们愿意与客户一起合力为消费者开发更为健康、美味和安全的食品。很多消费者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把世界先进的生物技术带到了自己的家里。我们持续不断地开发出世界前沿的酶技术，帮助客户优化洗涤剂配方，减少化学品的使用，提高产品的去污能力。在未来，消费者会更加关注面料和颜色的护理、洁白度的维护以及对环境的影响，而诺维信酶技术将会是这一切的最佳答案。我们与客户和消费者一起推动绿色洗涤的发展。酶制剂的使用令纺织品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它让织物更加光洁亮丽且持久如新，能延长织物20%的使用寿命，每年为中国客户有效减少2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节约60亿立方水资源。诺维信希望与客户一起合力推动纺织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可持续发展的进程。诺维信是最早将淀粉酶技术引入中国的，帮助了许多中国企业在技术上实现了提升。用诺维信酶制剂生产出来的葡萄糖能够达到3高1低，高出糖率、高原料利用率、高产品质量、低成本，为实现全自动控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废水的不合理排放会导致环境污染，直接威胁着人类未来的生存进化。煤化工、石油化工、造纸等诸多行业以及市政污水处理是诺维信生物增效技术服务的主要客户群体以及合作伙伴。我们通过对有机物、氨氮等污染物的有效去除而达到排放标准，同时降低企业的污水处理成本。诺维信与客户、政府一起合力为中国的水资源管理打造更洁净的生物方案。我们不断探索如何利用微生物为农业提供可持续的耕作方式，在育种、农机、化肥和农药等现代农业基础技术之外，微生物已经在增肥和病虫害防治方面提供了新的武器。这些来自自然界精心挑选出来的细菌和真菌在农作物的根系繁衍，促进营养的吸收，减少化肥的施用，用生物的方式实现稳产高产。怎样有效地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减少由汽车尾气、秸秆焚烧等造成的空气污染，并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们的酶制剂产品在巴西、意大利和美国的突破性应用已经给出了答案。经过酶的水解，从秸秆、甘蔗渣等农业废弃物中生产的纤维素乙醇，本身不仅是高效的燃料，更是优良的燃油品改善剂。我们同合作伙伴和政府一起，正在合力推动以农业废弃物为原料的第二代生物能源在中国的商业化进程。我们相信，通过秉承诺维信敢为人先的文化，永不止步的探索精神，通过与客户、政府机构、学术界、消费者及我们周围的许多人密切合作，共同寻找生物解决之道，在不断发展的世界中生活得更好。让我们携手重塑未来。